主料：肥片50克，蜜饯150克，辅料：青菜、盐、色拉油、胡椒粉、生抽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，肥片和白菜叶适量备好。市场购买干米粉，头天晚上泡冷水，汤锅烧开水，将泡发好的米粉倒入沸水中煮滚，再倒入肥片和白菜叶一起煮，往锅中加盐调味，碗中放生抽、黑胡椒、色拉油，将煮好的米粉盛入放好调料的碗中，拌匀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米线不宜久煮，久煮会烂，很黏，口感不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